它有点像是肉松，松松的，用这些等一下就可以来养厨余的堆肥，还蛮好磨的，脆脆的，有点像树香松的那种质地。这一包是我昨天晚上特别留下来的厨余，刚刚称重是707公克。厨余机的建议是一天不要超过2公斤的厨余，那就直接倒进去，汤汁已经准备都沥掉了。这里面有蛋壳、小小的鸡骨头，然后芹菜梗这类的东西，还有一些果皮、雪梨的果皮和籽，然后就把它要倒进去盖起来。盖进去后，机器就会再运转，把它们搅拌均匀，制作堆肥。那它的温度大概是68度，它会显示温度，最高在70度。这个已经搅拌一阵子了，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它变成什么样子。刚刚的厨余跟木屑都已经把它混合好了，接下来就盖起来让它自己去养成堆肥的肥料。刚刚送小孩上学，顺便去市场买了一些东西，这是药材包，要炖排骨的药材，小黄瓜，买一些酸菜，玉米，女儿说想吃黄玉米，青葱，葱还蛮漂亮的，梗子都还蛮绿的，香蕉，市场一大串一大串在卖，这串40元。这一包是肉，绞肉，等一下炒酸菜，松板猪，排骨，我买肉排，肉多的排骨。稍微整理一下，晚上再来分配要怎么来规划菜单。这堆我想先冰冷藏，如果晚上没有煮，我再把它放进冷冻。
个盆子的洞洞比较大，所以塞出来东西的话，它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颗粒在里面。像这边仔细看是有蛋壳在里面的，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屑屑。不过没有关系，等一下还是一样可以进行施肥。这就是比较大的厨余，这里面有柚子皮，中秋节到了，家里柚子特别多。然后还有，这应该是茭白笋或者是玉米的壳，还有一些小小的芹菜啊，有的没有的菜叶。那摸起来是脆脆干干的，本来以为它会很恶心，但其实摸一摸是觉得不会，就是一个晒干的模样，这样折一折就断掉了。接下来我要用这只刷子把这边的排气孔刷一刷，这样才不会影响排气。是用比较细的网子塞的，然后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收成的厨余土，它还蛮细的。那这些土呢，把它收纳起来，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施肥了。那我的收纳方式就是把它收进一个夹链袋里面，上面就写上它的名字做记录。那如果家里有一些收纳盒，那也可以拿来做保存。那大家可能会询问，这台厨余机放在阳台会不会有虫呢？那目前我使用了一个多月，它并没有虫虫产生，也没有什么小强的问题。在制造过程当中，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酸的味道，那是因为食物正在发酵。假如这个酸气让我们感到困扰，撒一些小苏打粉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